车就与现场支持者一一握手，虽然行程满档，但是台北市第七选区的立委候选人费鸿泰还是努力紧握每一双手，支持者也在身旁为他加油打气。恭请立法委员费鸿泰、松山慈幼宫董事长陈义峰、以会贵宾总监事一行。在松山慈幼宫董事长陈玉峰和妻子王怡欣的陪伴下，费鸿泰向妈祖上香祈福，祈求能够连任。新一区和松山区许多里长也到场为他加油打气，场面庄严肃穆。非常感谢我们松山跟信义的我们的好朋友们，好多位里长，好多位我们地方上的这好朋友，感谢他们来支持费鸿泰。来支持朱立伦，非常谢谢他们，他们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选战的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祈福仪式完毕，费鸿泰走向门口，还是被热情的支持者所包围。他依旧带着微笑和诚恳的心，感谢大家的祝福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，让他继续前进国会，为社会争取福利。台播台北数位新闻曹登华采访报道。